核对精髓，给您的细心传授，就这样精髓变换人生。欢迎来到由功夫者品牌服饰冠名赞助播出的功夫者网络课程班，我是本期主讲单教练。那么这一期呢，我为大家讲解一个关于转笔的小套路，它的名字呢叫做 Thumb Around Nose 啊 ，Thumb Around Nose。那么这些转笔的名词呢，大多是由英语构成的，所以我之后为大家讲解具体的英文单词的意思。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呢，欢迎您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者官方网站，或者关注我们的功夫者官方微信平台，按照更多的信息与大家进行分享，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功夫者 QQ 群进行讨论互动。好了，那么我们开始今天的教学。我们呢主要是thumb around normal 这么一个简单动作，然后我们顺带呢再讲一下 thumb around reverse 的这样一个动作。好的，那么 thumb around normal 呢，它是一种叫做，首先的 thumb 就是大拇指的意思， around 就是一周啊，绕也就是绕过你大拇指的一周。 normal 呢， normal 是转笔当中啊一个正常的，以这种转动啊，再注意看这种方向的转动，从上向下看，这是一个逆时针的转动，这种 normal 啊。我们今天还会捎带着讲一个 thumb around reverse， 那么这个动作呢就是反着这个方向的，是这个方向的水平运动啊，这叫 reverse。 那么今天 thumb around normal 呢，就是说绕你的大拇指啊做一个正常的方向的水平运动，就是这个。那么我今天呢还会捎带讲一个它的反向运动，叫做 thumb around reverse， 就是这个。将这两个动作联合起来呢就是变成了这个动作组合，但是你看这是连贯的然后呢首先为大家讲解这个动作的细节部分大家注意看。首先呢你的大拇指注意看持笔首先这样，你的食指中指食指这三指将你的棍子将它不是棍子这个不是棍子，这个是笔转笔的这个专用的笔，大家尽量可以去网上搜一下这种专用的笔。它的特点呢是两边是均衡的重量，所以更方便转动。将你的中指呢放在你的这个转笔的这个笔的这个中间放在转笔的笔中间，然后呢我们大拇指稍微向右侧一点这样，然后呢我们通过你中指跟你这个无名指的这种借力这种用力，然后使它绕着你的大拇指转一周，大家注意请看注意看慢动作，然后给过去，然后让它停在你的虎口之处这叫做 thumb around normal。 好的，再看一遍，很简单这个动作首先用力转360度 OK 停在虎口上，然后呢我们的反向的叫做 thumb around reverse， 那么它的呢也就是说它是反向的，就停在这里之后同理我们将你的棍子停在虎口处然后以你的要转动的要绕过你的大拇指放在这里，同时呢你的食指顶在你转笔的笔的这个中间部分。我们刚才用食指顶中间，现在我们用刚才用中指顶中间，现在我们用食指顶中间。好的，然后我们借力还是让它做反方向的360度水平运动，然后我们走。好的，然后这回停在了这里，这里呢也就是我们刚才回到的又回到了我们刚才这个位置，你的食指顶在你的笔的中间这是细节的很重要的部分，然后再转回来，同时呢你这个食指还要顶中间转回来大家可以看，这就是完整的这种连贯的方法。好的，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讲这么一个小动作和它的反向动作thumb around normal 和 thumb around reverse。 那么今天的教学呢到此结束。那么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呢，欢迎您关注我们屏幕下方的功夫者官方网站，或者关注我们的功夫者官方微信平台，按照更多的信息与大家进行分享，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功夫者 QQ 群进行讨论互动。